重大好消息，全服免费赠送10个精华二，就是 9.28， 即将开放昆虫限定金的那个的精华，包含了调酒师和鹿头的精华子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由于此次西湖联动主题打卡活动，也就是此前在官方微博上宣传过的线下打卡，完成相应的打卡活动会获取免费的第五周边，同时还与线下的门店展开了相关联动，这种差不多也要到线下去购买联动物品，同样有相关的免费周边可以领取。但是恰好杭州亚运会的管控升级，导致地点多次变更以及临时接听，带来了很不良好的体验，因此官方决定将于全部发送10个精华，现在还没有进行发放，要等到9月28那天就可以邮箱领取到了。同时9月29号至30号的打卡活动已经无法举办，但是参与活动且有打卡等可以去官方微博填写问卷领取到活动周边，官方会在15天内核查技术周边容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提前预祝大家这10个精华都能抽出金光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更多精彩等着你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